各位好，上期介绍三国曹魏陈泰，这期介绍西晋陈准及其他多位鲜卑。陈准年代出生时间不明，公元300年7世，从皇帝到顺帝到陈满公，28位先祖陈平，5位先祖陈汤，6位先祖陈始，陈纪、陈秦、陈泰、陈准及其他多位鲜卑。上期视频谈到颍川陈氏陈泰，公元260年7世。陈泰有两子，长子陈寻，次子可能是陈准或陈温或其他名字，目前难以确定。颍川陈氏开张族谱从陈实到陈延光有不同的版本，估计是当时社会动乱，族谱事后的整理，所以才会有不同的版本。目前所知道的颍川陈氏开张族谱主要有4个版本。第一个是民国5年陈真祥撰录本，简称真祥本。第二个呢是清光绪29年陈友文编辑的颍川陈氏族谱集成，简称友文谱。第三是颍川陈氏开张族谱福建营销山美藏的蜀抄本，简称山美谱。第四是佛冈陈氏族谱。从陈实到陈震，真祥谱为12代，友文谱12代，山美谱12代，佛冈谱为20代。四个族谱特点从陈实到陈秦3代都相同，陈秦到秦称之间很多不相同，陈庆之到陈震5代人都相同。真祥谱、友文谱都说陈准是陈泰的儿子，但是有资料介绍陈准是青州刺史陈佐之子，曹魏四公陈秦族孙，曾祖父是陈秦的叔叔陈诚。维基百科世系图说陈温是陈泰的儿子。根据资料，扬州刺史陈温去世于1903年，陈泰还没有出生，陈泰在200年出生，所以陈泰的次子名字陈弥。真祥谱提到陈泰的儿子为陈准，然后是陈金、陈显信。陈显信字延谦，又字延思，任凉州刺史，一说是秦庆之的父亲，儿子是信，另外一说法是罢换。延谦和延思是否同一个人未知，因为陈金字延思，晋朝官员，官至凉州刺史，《晋书·简七十一列传》第41有记载。颍川陈氏由汉末入日魏晋，子孙立世世贵显，家族地位立300年而不坠，可说是魏晋间历史最为悠远的世家大族之一。由于各种因素，族谱有些名字不能完全对应，需要后人继续加以考证。